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小老弟、老铁们，过来聊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是献给一些小资族的小老弟、老铁们。好、哦，就是有一些小老弟他看的那一些课啊，可是他可能你的经费不够，或者是你更希望有一些比较平价，或者你们说所谓的 CP 值比较高，然后手感又还不错，做工又还不错的课。那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清水套，哦，真正的清水，非常清水轻薄的清水套，好吧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先来拆开。那这个产品我看很久，看一下。那我推荐的都会不错啊，所以你们可以去找看看。这个叫什么牌子？这个叫做浩酷哦，HOCO，好酷还浩酷，浩酷啊，浩酷，浩克的浩，然后是很酷的酷，浩酷。那这个是原厂官方货，所以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主体。等一下完了，我再稍微评测一下，再跟你们讲说为什么这个可以。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开。哇，这是要怎开？哇，它这个最让人愤怒的居然是。这个是要怎么开呀、啊？从这边吗？哦，这是把它开。好吧，那一开始这个，哦，这样开啦，从下面这样拉开。这个壳的设计一开始就，虽然是推荐了，可是它这个壳做这样，我就想要骂出来。这是什么人设计的呢？算了，没关系，等下再做评测。壳的话，它是这边一个卡榫，是从下面这样拉开，是一般塑胶的啦，但是也不要太苛求了，因为等一下我讲完就知道了。然后它这种是超级薄的那种清水套，那我壳就不看了，这个叫做浩酷的，这个是12mm 的，我买的这个是透黑的。那它是这种超级薄的清水套，那为什么这个我会推荐，或就是觉得说小资族我为什么会推荐给你们？第一个它很薄以外啊，它这个产品啊，它也是没有什么那个机器的做工的线，它只有这个角落这个，那这个一般很多的都是有这种角落都会这样，所以这个我还可以给他在可以接受的范围，所以它的如果有那种线的话，只有在角落，可是它的侧面不会有，哦，它的侧面不会有，然后它有印一个好酷的这个图案，然后这个是透黑的，这不是脏脏的，是因为它是透明黑的，那是因为。我现在打光，你看起来好像脏脏，它是透黑的，它是那种什么 black 的那一种的，然后开孔啊，跟这些啊，以这个壳这样子来讲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，我很推荐，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做工已经算很好了。那一般就是。在这个角落一定会有这种机器的这种线啊，可是它如果坐在这种角落，我还可以接受，它侧面完全就没有，所以这个我就非常推荐。然后它都有做那个一点一点的，它有做一点一点的这种防水波纹的，所以这个壳呢可以，它这防水波纹一点一点的。那这种壳啊，因为我现在是开箱，所以我就
我就不去清洗了。照理说，以现在这样子啊，我说有时候我开箱觉得它壳脏脏的，就是我会建议你去把它洗干净了。像我等一下就会去把它洗干净了，不然你看它其实有一点脏脏的。那因为现在开箱，我就先不把它洗干净，我就大概装一下。但是我非常推荐这一个，然后我会等一下给你们做一个评测。那我们先在装之前，我先看一下它多少克，好不好？它这个是很薄的那种哦，但是这个就没有防摔能力了。这个它比那个清水套我说的第二级的那种清水套啊，有的有均规1.2米的啊，这个连这可能30公分吧，30公分或50公分，就是大概你膝盖的位置哦。这个是很薄的，这种连防摔的应该我觉得都没有什么，12克而已，这超轻的。那这个超轻的，原厂都要20几克咯，超轻的，所以它就等于是说，它是已经是第一级裸机的手感，然后接近第二级的清水套，只是它把它做成 TPU 的这种塑胶而已。好，12点多克，这超级薄的，所以这个你很喜欢这种透明手感又轻薄的，这个是可以，而且它的我说过。我如果会去推荐的，就是我都检查的大概蛮详细的，而且它有这种怎么讲啊？它这个都有做这种防那种水波纹的这些点点。等一下，我把手机稍微擦拭一下。稍微还是擦干净一点的啊，不然装下去应该还是很丑吧。因为这种还是建议啊，我建议这种壳你们还是要去先清洗一下。看一下，那这个里面可能还要再清洗一下，但是这个就是很轻薄。好，这种清水套，它这个就是完全是裸机手感的了。你看它这个旁边啊，完全是薄到不行，它的旁边是薄到不行。等一下，它这种是完全薄到不行哦。按键按一下啊，这个按键也非常非常好按，这个按键都是很好按的。这一定不用讲啊，这那么薄，这种开孔我都觉得还可以接受。没有什么太多脏的感觉，所以你看它这种侧面，你看都没有任何线啊。这种如果你要精透的，这个我也非常推荐啊。这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机器的开线啊。那我等一下会稍微再给它做一个评测，开孔什么这个都很精准。这个什么好酷的，好酷，这个很漂亮而且它超薄的，它基本上就是裸机了，超薄的。如果你有想要更贴近裸机的这种清水套 TPU 的这个是可以的，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可以推荐的哦。我们看一下 MagSafe 好了，啊，背面也是很漂亮。啊，你们看这样是因为这油污啦，我还没有去清洗，还有里面可能也是脏的，这个我会再去清洗。这个你清洗完就不会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MagSafe，好，老金上场。贝尔金大大上场，可以哦，MagSafe 可以吸，而且还蛮稳的。那因为它很薄啊，MagSafe 没有问题，MagSafe 没有问题，可以吸。那无线的应该不用讲了吧？无线的也是一定可以的，好，无线的一定也是可以。所以因为它超薄的啊，它这基本上应该，它这个就是我讲的，就是接近裸机了，但是它是做 TPU 的，它这个真的超薄的欸，超薄裸机的，你要清水套第二级，还比第二级更轻薄的，就是这个了。那我会建议说，你不要看这样好像脏脏的啊，那个是因为我没有擦，你应该是，你如果买了这个的话，内外我建议都是用水再冲洗一下，然后它就会。很轻薄，很轻，就是很精透，很轻薄。然后它的这个都有加高，这个都有加高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哦，好酷的。然后它没有任何的，
太多的极其的缝线，那侧面这个还可以接受，这个一点点的线还可以接受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推荐这个小资族？你不要管人家他这些什么酱汁好像很轻薄或没有防摔或什么，这个要多少？这个要500块吗？不用，干嘛400块？要不要400？不用。300要不要？不用。200要不要？不用。100也不要。这个可你去网路找，可能就是落在70到90、100之间，在100以内啊，可能99块以内。所以这个壳99块、79块、59块、69块，你去找看多少钱的。这个壳很便宜啊，爱买啊。如果你要这种轻薄的，你要 speaking 的，你若买不落的，你就买这啊。但是人家 speaking 那种有防摔哦，这个就是完全轻薄裸机手感，可是却是这种潜水套的，这个手感超好的啊，它是 TPU 塑胶。就是说我今天我没有什么要很常会去摔到，或我只是要轻微的防护。你看这根本裸机啊，这有够轻的啊，有够轻的。所以今天就推荐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有检视过，我觉得可以的。这个叫做浩酷，然后它是100%什么 perfect size 哦，漂亮跟防护，但是防护我是觉得还好了，这是它领布，这应该没有，这应该没有几米吧？它这个也没有军规的那个、啊、基础的啦，基础的防撞吧，大概膝盖附近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各位推荐这个。如果你都没有什么钱，你也很想要用一个只是普通很薄的潜水套，这个推荐给你，这个浩酷的这个100块以内。好，那你就是像虾皮又在卖，就虾皮买，他如果多少钱有免运费就买了，100块100块以内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就是推荐浩酷这个超薄的金透壳。